如果夏恩不抛弃我，要我主动跟他分开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今天晚上要是没有办好的话，这合约我会送到张世灿先生家里的。出事了，社长，仓库的启动器不晓得被谁关上了。利用肚子里的孩子想陷害我们院子的泡菜的人，就是你老婆，知道吗？还不闭上你的嘴！你不是说不会接受我爸的帮助，怎么又会跑来这里摇尾巴？什么叫摇尾巴？动手吧！夏恩，我先挂电话了。再见。有什么事吗？你会做的事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未来戏剧台《幸福泡菜店》。